想要问问你，为什么见了我马上就躲避？有没得罪你？有没带错你？到底有什么不满意？假如有什么你不满意，我劝你别把它藏在你心里。即使气过你，即使骗过你，说出来一点没关系。凭良心骗你，没有对不起你，那一时那一刻忘了你。我一心一意总想长久到底，谁知道白白的费心机。就是有什么你不满意，也不用见了我马上就躲避。要我也可以，不要也可以，只要能拿你主意。可以，不要也可以。